大学宿舍总立 flag 的人。上路上路，拜拜，你还没睡啊？都三点了啊！都三点了，我都没看时间，不行，我得赶快睡了，明天不能迟到。对了，小慧，你记得监督我，从今天开始12点睡觉。哎，知道了，你赶快睡吧，明天该起不来了。贝贝快起床，再不起要迟到了啊！我怎么感觉刚睡下呀？要不你帮我点个名吧？不行，这个老师可严了，你快起来吧。哎呀，我起不来，困死了，你帮我点个名吧。贝贝，你今天没去，平时成绩都扣了。哎呀，起不来。对了，今天有个随堂考试，老师让你准备一下补考呢。啊，烦死了，我题都没刷。不行，我下午要把那半本题都刷完。小慧，你记得监督我一下啊。好啊，那你开始吧。啊，等一下吧，我先点个外卖吃个饭啊。贝贝，你该刷题了，不然来不及了。等一会儿，就那么一点，我2个小时就刷完了。那你记得开始啊，别考试过不了了。你还是现在都开始写嘛，不然你根本都不会写的。怎么可能说到就能做到？你每次说都没有阻挡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说今天写就肯定今天写，学你的习得了。哪里加油嘛。贝贝，你干嘛去了？题还没刷呢。哎，学长约我吃饭呢，晚上回来再刷吧啊，拜拜。贝贝，你别熬夜了，要是刷题就赶快刷，不刷就睡觉吧。哎，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刷。走吧。